视频中这只可爱的狗狗是一只博美犬，它有着可爱的外表和甜美的笑容。它娇小可爱，乖巧听话，可以轻松被主人放在口袋中，装在包包里。它十分乖巧懂事，出门在外不吵不闹，乖乖坐好。它也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，喜欢吃棒棒糖。这么聪明懂事的狗狗你喜欢吗？记得收藏哦，不然找不到我了。自从入手了这件宝贝，我就开始前程似锦了。手头紧，衣服紧，时间紧，眉头紧。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喵喵呀，我现在长大了，都不来看我，我好伤心。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那我走哦。谁这么好喜欢记得收藏，不然就找不到我了。